以后，我就是火鹰。
可，说实话，我有些担心。怎么了？我们一路走来，完全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伊利亚的消息。金字塔的封印也不知道还可以撑多久。驻守在金字塔外的伙伴们现在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。我们只是一味地向前，真的没错吗？前进的意义吗？菲奥，不如你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的经历。我不擅长讲故事啊，不过也可以试试。
别客气，多吃点。上，小鬼啊，来看烟花啦！上吧，小鬼啊 ！OK。Mission complete。仔细回想一下，我们经历的相似的困境还真的不少呢。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，前进本身就是唯一的意义。可能执行任务和拯救伙伴的心情是不太一样，明明之前都不会这样瞻前顾后的。别想太多了，拿好你的枪，命运就在自己手上。Mission!
克兄弟，你来得正好，前面没路了。奇怪，明明跟着石碑的指引走，怎么到了个死胡同？难不成要从这里跳下去？大叔别急，让我看看。不是这边，也不是那边，找到了，出口在上面。老哥，该去找老王算总账了。来不及了，
封印即将消散，你们所做的一切皆是徒劳。我将迎来自由，凯姆特将再次拥有神明的眷顾。